深，才会无声的约束。爱幸福当作予我的弥补，送你温暖的祝福，用我为关的寂寞，为着你无啥物算吃苦。人痴情只存心酸这条路，但牺牲是有目屎的快乐。踏着受伤的脚步，予你心酸的疼惜，无需要你报答我的好。点点苦苦才是体贴的保护，变作无影影的风。望你注定好运，注定袂失望，就是放袂落，上惊谁予你悲伤。一个人遐多年，看无自己的沧桑，带着你闪亮思念。烦恼的风霜，一段情遐多年，搁有同款的冲动。若为你，我会打拼辛苦，拢叫做幸福。上无声的约束，无条件，亲像亲人的体谅。袂当送予你幸福，嘛爱送予你祝福。不知影，这算空也是空。点点看顾才是体贴的保护，变作无形影的风。望你注定好运，注定袂失望，就是放袂落，上惊谁予你悲伤。一个人遐多年，看无自己的沧桑，带着你。好，现场的朋友大家午安。11月29号，今天礼拜三，我们在下午4点，非常的荣幸，阿甘大明星今天真的来了一个超级大明星。然后从他确定要来的那一刻开始，整个办公室的人都心情非常的沸腾，然后他们决定用全场的掌声来欢迎今天的阿甘大明星大来宾萧煌奇老师。我们现场大家一起拍手欢迎他。谢谢
啊，哇，谢谢安安大明星，还有谢谢所有的好朋友，真的非常开心啊，能够来到你们的这个这个舞台，这个办公室，真的。然后我听到哇，好多人在打电脑，对。然后听说就是听说还要去这个到处去跟所有的工作人员打招呼，我有一点害羞的感觉。不会不会，他们等一下自己来。虽然我看不到你们的美，但是你们在我心中永远是最美的哈、哦，好不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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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送给大家的祝福，真的真的。好开心哦！然后萧煌奇老师这个在业界、在观众的心中、在歌迷的心里，或是在同业的一些艺人朋友的这个生活里面，应该都是非常有一些疗愈别人心情的那个很重要的一个。有疗愈吗？我跟你说，我刚刚就还没开始就跟老师在聊天，我说哦，你要来之前，然后就是整个。非常，大家都真的很期待。谢谢。那我今天早上应该这连续好几天了啦，都在网络上就是会找你的歌，然后来听。对，我来讲讲，哇，你唱歌吼，听了想要哭，啊，看到你人哦，我都想要笑。就现在听了我的歌想要哭，啊，听到我看到我本人想要笑。因为你的歌，我不是那个搞笑艺人。我知啊，你的歌吼，让人感觉讲，哎，就是心情上就容易陷入一种就是。想把那个心里头吼，真的最不愉快的事情，借由你的歌声，真的会得到释放。你知道那个不开心的事情，不一定能够把它放出去，可是你的歌有这种能量，会让大家把那个不开心的东西，想要随着那个歌声就把它丢了，这样子。对啊，我觉得音乐就是一种，我觉得好像是一个魔力一样，就是我也是把我的生活然后寄托在音乐。有时候如果身体啊，或者说心里不舒服的时候，借由音乐的创作或者是唱歌哈，那个是一种发泄心情的最好的方式。就听你的歌，就是没在干嘛哎，就真的只是把耳机戴着，然后就这样随便播任何一首。你那个早上我就在听那个陶兰转那个。刚刚播的那个无声的右手，无声的右手，对，啊，是，你就想要流目屎，无什么原因呢，就是感觉心闷闷。可能你最近婚姻无顺利啦，吼，啊是最近你有失恋啦。嘛，不是安尼讲嘞，因为嘛不知无认真在听咧唱什么歌，但是这种声咧传进你的心里头，然后就帮你释放一下你心里头的一些纠结。但是你本人呐、啊，真的很幽默哎，我还可以啦。啊，不要这样子。就是、太客气了，就是幽默大师。你刚刚在里面那个一些那个记者的访问，他把大家逗得笑呵呵的。譬如说，对幽默还好，对，但我就是觉得来这里就是好像可以介绍专辑，然后可以跟大家认识哈，就是还蛮特别的，就是一直听到电脑的声音，然后电脑打字，然后对就很开心这样。对对对，你生活当中有很多种声音在陪伴你，然后因为你的声音陪伴了大家的生活很重要。对，那今天就是人生人心我人心我经历几回，这是你上新的一张专辑。专辑对。好，那咱先来个盖小姐，好啊。哦，这张专辑呢？好，来家。好，来来来来，吼，看你看，来哦，进入专辑，下面的豆饼。不要紧，拢会使，因绝对找到你伫下面所在。因为吼，这专辑这封面小夸引导啦，吼。哇，有几多引导？不是小夸，你还是做引导。是吗？我穿一件迄个大衣，风衣吼，等下啊。这吼，这风衣，这温这吼，这个是我们这次这个造型师啊，然后所有的这个封面的拍摄，我们都在日本完成，跑到日本去，然后有好几支 MV 也是这个在这个日本完成的，就龙博现在右手啦，新买完修郎啦，然后因为那个拍 MV 的过程其实还蛮有趣的，有趣，因为我们到很多地方去。然后就是有的时候是在那个车站啊，哦，加站嘛，不多，因为帮你客户，哦，好，你安尼卡轻松。用那种日本的这个北海道的后花园，在札幌的后花园，就是一个瀑布哦，一个札幌的瀑布也有去，然后小樽运河啦，哇好多地方，然后都去拍。是，你知道那导演吼，嘿，导演哦，可能吼，伊的迄个摄影机内底吼，上少有我两万张的迄个相片。哇。因为阮为透早七点外开始翕个日头落山，是，哎呀，所以整张专辑就是的这个摄影啊，所以封面啊非常的丰富，是，然后加上呢这张专辑林心花跟一杯有很多个就是很多的录音呢，我嘛是早去日本去录音，是，然后带着一些乐手，然后跟日本的吉他手，然后一起合作在这张专辑里面，我觉得台语歌。
哦，台语歌跟这个日文的这个感觉，好像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加在这个音乐的里面。所以这个歌这张专辑呢，也特别啊放了一个三位线的一个音色，有一个歌放了一个三位线的乐器。所以不管是结合了自己的这个想法，然后结合了不同的这个音乐的好朋友一起完成这个林心蛙经历几回。因为我刚刚哈，我觉得人生就是。可能是从跌倒，可能是从一些不舒服、不愉快的事情，然后慢慢的找到一些成长，然后找到一些养分。我感觉人生吼，就嘴朋友啊，另外辛苦兵啊，包括来到山里，很多其实有好过去有好多好朋友都非常支持，然后也非常帮助我自己，所以我其实心中吼充满足侪感恩的迄种心情，啊，用在一首无同款的心情写出在一条。啊，大概当天爱瓜，十一首不同的心情，不管亲情、爱情、友情，我想就是希望就是，不管你是听台语歌，或者是你是听国语歌的人，你都会喜欢这样的一张专辑。是，对，有啦，你的国语歌跟台语歌就一年，就是刚刚跟老师说，就出了一张国语，然后也会出一张台语，就是你帮自己做的一些安排这样子。对，而且还有就是有空闲之余呢，就可以帮帮一些好朋友写歌啊，比如说最近写的歌啊，之前这个彭佳慧的《大龄女子》，小虎姐的《没那么简单》，然后最近是帮大牛哥写了一个歌叫《后台》，然后之前就是那个。下胸椎啊，对，好，太多了，太多太多，就是我若赢的时阵吼，人若无气嫌，我就甲写。妈，你讲哦，人若无气嫌，人是想要甲你邀请来啊，咧写歌，叫你安尼拜托你写两条，可能情况嘛，可能也排队的。然后最近是在就是最近在帮那个吴生梅做最新的整张专辑，对。感觉应该也会就无用的啦，我就无用的咧。好啊，无用好啊，无用再表示讲生活呢无啥物烦恼。其实说的也是，就是起码吼，现在每天早上起床，然后就是不管是通告啦，或者是录音啦，然后录影之类的，是，然后回家就很快的就可以进入梦乡。啊，我回家之前呢，我还会拿手机起来玩一个线上游戏，就是。我还要打一下电动，我才愿意去睡觉。真的，大概花多少时间在电动？就差不多一个小时吧。一个小时吗？对，一个小时。比如讲，我十二点半要睏的时候，我差不多十一点半开始拍电动。你若不拍电动，你就不爱睏得对啊。有当时拍电动，佫会拍到肚咕嘞。啊，真的哦，哇，你真蛮真趣味呢。嘿，就是因为，然后就很任性，一直要完成，就是每件事情，就是该做的事情还是要玩嘛，对不对？要啊。对，所以我觉得我的生活啊，人生啊，都。就是充满了很多有趣的事情、惊喜的事情，然后还有很多好玩的事情。那你为什么那么喜欢讲笑话给人家听？我有讲笑话吗？没有，他们说的。他们说只要跟你相处过，然后说，老师都很会帮人的，就是舒缓紧张心情，然后还会逗让逗得大家哈哈大。哎呦，安大明星的对吧？对、喔安大明星。你是安大明星有主题曲无？我是讲你来当下一条，我嘛是感觉真欢喜。啊，来当下一条，讲一个下一条台语嘛是袂歹。安尼好，安尼有一天吼，我若想到的时阵，我再甲你写。你嘛咧讲，你真来当下，咱当个节目要结束时来当唱。节目结束的时阵哦。对啊。啊，你唔讲意思，我拢接下来我就不要讲话，然后你一直讲话，我开始写。你那有什么不要讲话，该当下国？你那不要练练练练练，准备有没有准备吉他？我怎么写呢？一定爱吉他吗？心中有歌就是歌吗？真的，你心中有歌，手上就有吉他。我相信什么乐器都在你身上。哦，好，安尼我等你哈。没，这无要结束的时候，我再帮你想一个。好啊，你看想一条歌，还是想一条我台语的嘛？好，我大概拢讲。你不要这么贪心好不好？没有贪心啦，你就说难得你都来了啊，不然没有一次我都来。对啊，没有一次挤满两首，这样怎么可以？那我顺便帮。帮大家摸摸骨，看大家的最近的命相怎么样？好好好，我来这边请看看谁要算命，我再把他邀请上来。哇，你们这个很多没有，其实很多好朋友都在旁边，对。有，他们现在其实很多人就一直在那个往我们舞台中央，老师的声音很有魔力的，然后大家其实就是借由你的声音可以得到很多的那个心情上的这种舒压，然后也会很开心。进四点我嘛，我靠你看人可以，我他妈这边准备要下班。是哦，安尼好啦，今天来个三弟，来个家吼。对啊。我是我就是。是啊，想进心情啦，袂歹。你也想要唱你的歌，你也想要唱什么歌？啊，想要唱歌，你的我嘛唔知歌要安怎唱啊。啊，真的哦。哦，就是要从哪里唱起，对不对？歌从那个心里唱起。安尼啦，你有想要听什么歌不？我有想要听什么歌？我来讲，你今仔要来啊？我拢去外口一直伫个迄个，乡野
调查，乡野调查，对对，讲上想要唱什么歌，我来讲几行，讲几行，我现在嘛是干嘛杂七八聊的嘛，不能写。对对，意思是讲，啊，你有想要听什么歌，你甲我讲。我有一条歌有三个人甲我讲，所以你今仔来当现场唱，那是当然。歌更要紧。好，不要紧。有人想要听阿妈的话啦。你的生活这痛苦的吼，无的，一共一条歌，真正是世纪大神曲。世纪大神曲，他们就说那种歌这么难唱，就是萧煌奇唱的出来。外公，今嘛这首歌吼，那听讲吼，今嘛在国中国小里面啊，就是變成那個就是变成教科书的那个教材里面，啊、然后诶、欸、那个。然后祖孙周吼，祖孙周的孙，点拢爱唱这首歌。你看你的音乐已经伫这只很大。然后呢，问到那个外甥啦，公公，阿姑，你现在是国宝呢？对，你国宝。我都讲没有，国宝，然后国宝是讲那个七十岁以上的那种的，哦，那个很资历很资深的那个。那个这个音乐人才是国宝，譬如讲那个文哈老师啦，哦，陈明章老师，他们伊唔知道在国宝，没啦，你嘛是国宝啊，哦、你看今嘛、那個，开玩笑啦，就是大家少年诶，拿想要去比赛，是，十个有差不多四个拢要唱。对啊，因为就是常常看就是看三立的节目《红人榜》有无？哦，诶，《红人榜》来对嘛，点点拢唱着我。对啊，你来知我来讲阿妈阿妈的话，就是头我去问一下《红人榜》人。是哈、哦，好啦，阿妈的话唱半段给你听哈。好，你唱一下我听看麦。阿妈，你今仔伫倒位？阮在叫你，你敢有听着？阮的认真，甲阮的成功，你敢有看着？阮在叫你，你知影无？阿妈，你今仔过了好无？敢有人伫？甲你照顾，希望后世人，阮搁会当来予你听，做你永远的孙仔。搁叫你一声阿妈。然后那个阿妈的话吼，主要是1996年，我当下的时阵吼，起码2017年吼，对，2017，差不多21年的是21年的时间啦吼。我甲阮阿妈讲吼，阿妈，啊你吼，足侪人爱听这首歌吼，可能你要淘汰较困难啦吼。啊，所以讲可能伊即马嘛有可能来三立听咱大家拍破啊啦，因为恁。因为恁大家拢要听阿妈的话嘛。我拄仔来讲问的是，侬一直想讲现场来当听的萧煌奇老师唱这首歌，应该真的是件很幸福的事情。对，因为阿妈真的是对我是非常非常照顾，其实她给我很多很多的爱，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是阿妈带大的嘛，包括我就是去学校，然后包括我阿妈就是我行阿倒的孙吼，伊行阿倒我就对伊甲倒安尼。去菜市下来讲啊，阮这孙呐，这阮孙呐吼，啊伊目睭无看啦吼，啊恁那个芹菜都要生我较熟嘞。阿妈嘛注意，嘿，伊拢利用我，拢目睭无看。利用阿妈是甲你讲传出来，大家你滴人听。我无甲你利用啊，我是讲吼，你目睭无看尔，我哪甲你利用，对不？嘿，你嘛甲阿妈真注意安尼。是啊，阿龙嘿，我拢搭嘴盖搭嘴过。真的。对，其实。就是陆陆续续就是有很多那种生活，就是去学校啊，去任何地方，就是阿妈会很照顾我这样，然后所以我就把那种感情，就是我会当中，因为后来我是1996年我去参加亚特兰大的这个残障奥运，是哦，本人是代表柔道这个项目，柔道这个项目呢去参加这个比赛，对，然后所以你不要离我太近，好，我一定会把你这个摔到骨折，没有开玩笑了，好了，开玩笑，因为。重点是，就是说，因为那个过程就是刚好阿妈身体不好，然后就就是最后有一些这个荣耀的时候，有一些遗憾的话，回到台湾当没来不及跟阿妈说，所以我才会写一个这样的一个歌。所以讲，我当下就是歌哈，歌就是自己的故事，自己的心挖有贴切的这些生活的时候，其实你会感动自己，你就会感动别人。有有有，对，你唱歌的时候感动到你自己的时候，大概是一种怎样的心？就是你感动自己的时候，你自己会想哭。哦，感动自己的时候，包括我常常看就是三立的连续剧，你我马上那个。三立的忠实，你才高台，我拢定评的你才高台啊。哦，赞赞。啊，因为吼，啊
按你在高台呢，下面画面的时候，比如说最近的一家人对吧？哈，今天的了解，一家人了解哦，一两什么角色的什么，比如说什么那个什么两得癌症对吧？哦，好，啊，加那个黄文兴加那个加李艳，哈，对对对，因两个那个画画面，然后就挂那个画面，就感动的画面的时阵，我就会赶快抱着一把吉他，然后冲到我录音室里面去。Oh, 我就会把那个画面跟音乐结合，是随便给我一个灵感，一个和弦的时候， hey. 我就可能无现在要熟啦，咱结婚好无啦，心爱万秋郎啦， hey. 类似那种情节的歌曲就会出现了。真的，所以我其实很感谢三立哈，就是很多连续剧那种台语的连续剧，让我在这个我的写歌哈，让我做最灵感的。是。你也多在位吼，去李艳跟黄文兴听的，因两个人蛮欢喜的嘞。你卖来给他收版税的吼。没，那有可能啦。但是对你拢这样人家介意着，应该是我带你来遐。今天我来龙岩，我今天带你去看卖。我其实我有一个，有一天吼，我来当在三立插一个角色嘛，袂歹吼。恁迄台语剧，我来演一个角色，我做司机啦。啊！我司机专门咧载人客，吼，叫人家司机。我等下请一个人甲你 casting 者，我跟你隔壁。不是因为叫人家司机，那车边叮当嘛，对不？啊，我就坐顶悬，啊，就车家己会当台数，那有啥问题？歌词我都记的，台数那有啥问题？对不？你会使搞阮小推荐者，看咱三立的高层还是戏剧的这些朋友。是今日无闲堂来搬戏啊？那有啥问题？那无问题，我等下就来甲帮你讲。好，你一定爱甲讲。我一定会讲。因为吼，因为我一个愿望就是讲，我伫个二十九台吼，阮妈妈会当看到我出现伫二十九台迄戏剧内底。哇，安尼我就感觉人生足光彩。你需要特别客串还是想讲你差不多想要搬几？凊彩啦，我就来迄个出来演一下。有机会吼，我一定有机会。其实真的就是，就来报告者。真的就是以前我在有台主持节目的时候，其实我都是为了，因为我妈妈就是看三立，然后看其他的，就是演台语的地方的电视台。我们的荣幸，今天可以让你来这边，然后妈妈，好，我们那个把那个黄绮老师这个想法，那等一下会转告给那个剧组的人。对啊，如果剧组的人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大家对，然后。对，用台语发声其实没问题嘛，对不对？当然没问题啊。只是大家我的角色到底要设计成什么角色呢？大家就可以想一想。好，那让他们去思考这件事情，然后也让那个萧煌奇老师可以过一过自己的戏瘾。对啊，对啊，你歌唱了这么多，然后得奖无数啊，受到这么多人的推崇，然后在人家心里这么有分量，粉丝又这么喜欢你，谢谢，就得差几个半戏啊，那你啊？我半戏，朱奇，我来当朱奇。了解。半戏我可能较少。之前有一个比较短的剧，然后跟那个田中千惠有这个有些合作过，喜功过的博希的没有那个经验的，不晓得自己是不是可以做这件事情。不一定，就大家试试看啊！都老师都这样，就是丢出了一个想法，这个就一定会有人听到。我相信这件事情是会成真的啦。好，啊，那带你不积极，不只是三立的这些好朋友，你在那个直播太多人在看，看出来的人啊来了解，然后我今日明仔在播影堂去宣传唱片呢。好啊，你要唱出来你去搬戏，起码对啊。啊，你出了这张新专辑。然后全部的老师自己创作，刚刚有跟老师特别在聊天说，老师写歌对你来说是一件很简单的事，还是一件其实，写歌其实不太容易的事，因为你的歌每一首都变神曲了。没有，写歌是一种，我觉得要看运气哦。有时候，比如说你在写自己的歌，你可能对自己的心情、对自己的生活比较了解，所以那写歌的过程就会比较容易一些。那如果说你写歌的过程当中，你是譬如说有不同的唱片公司来跟你邀歌，然后你在邀歌的过程当中，他们会一定给你一个一个范本，一个 reference， 然后呢给你一个这样的一个歌，然后让你去模仿也好，或者去想象一个这样的歌的大概，然后去为这个歌手去量身定做的时候，那个花的时间可能就会多一些时间，多了一点，而且重点是。又不是每一次都会有那个灵感，然后真的就会有时候会撞墙，是撞墙的时候就很痛苦了。不会啦，你撞墙痛苦应该就是瞬间也可以得到那个心情上的化解，感觉上来说你就是也是一个文思泉涌那种狼。没有，就是一种就是比较感性一点。有时候如果说突然间有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出现，所以我常常去看电影，就是最近有时间。当然我都不是看外片了，我都是看国片。是所有的国片呢，我几乎如果我有时间，我都会去看国片。对，那从这些电影当中，我就可以找到一些
感动啊，或者心情啊，就写歌的一些方式。是，对。哎，你刚刚说你也帮就是很多那个演艺圈的你的好朋友写歌嘛？刚刚讲到彭佳慧啊，黄小琥，黄小琥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对不对？对，小琥姐算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贵人，就是在我最失意的时候，工作还没有工作的时候，是她带领我去从就是台北的 Easy Five， 然后一直在台中到高雄去应征工作。那在应征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不是每一个 pop 老板都愿意让我上台去唱。是啊，那时候台北的 Easy Five 还有主妇之店两家，那时候就是因为小琥姐的推荐，是，然后让我可以就是在那里练习我的就是唱我的歌，然后就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因为从你聊天的过程，就是凡让你觉得凡有恩于你的，你都一定不会忘记。这样对，也许其实在当下，就是小琥姐她的状况也不一定是很好，她的收入也不一定是很好，但是她还愿意举手，然后去带领我去到处去做表演啊，然后找一些机会。我觉得我就非常感谢。那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是要感谢我的爸爸。因为爸爸刚好是他是做水泥工的一个工人，然后有一天呢，去就是设计师呢，小琥姐的设计师呢需要他来帮忙小琥姐家装潢，然后所以温爸爸的可以引到中红，哎，当中我刚好有一个这个演唱会，然后温爸爸的给小琥姐推荐工。啊，我见萧煌奇吼，最近有一个迄个演唱会，啊，唔知小琥姐你有闲无？你有时间会当去甲阮见鼓励支持一下？哇，小琥姐二话不说，哦，是讲吼，很阿莎丽的就马上拿了票，然后过几天我演唱会开始的时候，他就来了，甚至到后台来跟我就是讲话，因为那时候我其实。虽然已经出道了，但是还是我觉得我的那时候的音乐还没有让所有的人听见，是，所以依靠着他的一个带领的时候，可能有几家 pop 可以唱，然后让更认识更多音乐人，是，我觉得让我的心更开阔，就是对音乐的一种感受更多。那没那么简单，是你刚刚说你特别帮他写的歌，对，没那么简单，是我帮他写的，是第一次帮他写歌的。对，就是过了他2009年发行了那张专辑的时候，阿姨就跟他讲，这个时候就是。你可以写，你可以表现的时候，画你有 U 好不？好，画 U 好，然后我就好了，我就开始就写了一个这样的歌，就是那这个歌其实就是我觉得还是以他的这个声音来表示，对。哦，对，那你可以唱一下吗？可以啊，没问题啊。真的好，那我们愿意那个有荣幸听你唱这首歌，好好。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个人有他的脾气，过了爱做梦的年纪，轰轰烈烈不如平静，幸福没有那么容易，才会特别让人着迷。什么都不懂的年纪，曾经最掏心，所以最开心。曾经，就是谢谢你用那个歌声，今天让这么多人那个有福气。真的没有，真的他们的掌声就是回应你说谢谢你的那个分享。谢谢你的招待。其实我很喜，我从小就很爱唱歌。只要爸爸妈妈就是带我去朋友，人给你唱啊，你就唱那个。人给我去朋友家，哎，都要订了，那个气醉啦，吼，啊，歌食啦，有病啦，吼。然后我就会很愿意唱给人家听，就是就像很像现在这样的状况，就是哇，恁三立所有的同事啊，拢伫家对不？对。安尼大家咧听我唱歌，那刚刚讲我其实我就会很愿意唱给大家听，就是不管我是什么样的身份，或者说我现在可能就是外面商演价码很高，但是我还是会很愿意就是在任何的时候唱歌给大家听，因为唱歌是一种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开心，对对对啊！你小时候就是人家 cue 你唱歌，你都唱什么歌？你有印象吗？以前我对，因为你回到那个小时候一下，你唱一下。啊，你做阮爸爸。没，唔好啦，我做恁厝边隔壁的。哎，做厝边。啊，黄芪啊，你今日来，我们唱两条歌来，大家听欢欢。啊，你也无准备迄落气醉加迄落啊？我有歌词，我有歌词，真正头前有气醉了。哎呀，你无气醉加歌词，迄个感觉都无去。哎呦，我去哪无你先唱一下，我叫迄个
等下叫阿比亚去买一个。阿比亚哈，系啊，阿比亚，你等下买一个哈，我买迄个冰拿铁哈，冰拿铁不加糖哦。你唱两条，唱两歌歌，阿比亚那欢喜节就走出去买冰拿铁。以前的时代就是说，可能是爸爸妈妈喜欢的歌，是，比如说他们喜欢那种什么哎苏波的人啦、啊哦，或者我心内苏波的人。为怎样离开阮的身边？叫我为着你，对你情绵绵，深深思慕你，心爱的。紧回来阮身边。这是在就是小时候，因为爸爸妈妈他们喜欢听的音乐，就是那我们早期的一些台湾老歌，那个台湾老歌他们都非常爱。然后老师，我先给你报告一下，那个汽水杯等下，我正捧在手里。哎，我给你，我给你们坐，我这嘴大呢。我来看看，好，你坐，好，好，好。哎，谢谢。无给你骗，汽水对不？你们只要鸡脆蛋，但你那个给小青瓜，哎呦，啊，小朋友啦，这种青瓜要零 K 最高情况。这这个就是真的，就是说啊，我本来就骗了 K 最对吧？对啊，对啊，我现在跟你讲，因为随着传人去买，你要归棺材里啊。哎呀，好棒哦，对哦，哇，那你节目是每个礼拜都有是吧？啊，对，那你下次也可以再来。那我可以那个担任那个助理主持人吗？你不用担任助理，你说每次来当每集特别嘉宾就可以。我来访问每集嘉宾，我把那个嘉宾，你有最想访问谁吗？哦，没有，我不晓得你们会找谁。不是，就是如果我想找谁，然后如果我们来一集，听说上次戴爱玲来的时候，有还有绕场全對對對绕全场，他就走到里面去那个哇，你唱歌给你真尬呢，叫公主那绕全场，他的公主想讲出被顺路去，挨着人的照也问的对照啊那个对吧？他也很嗨啊，有他超嗨的，他到里面去就是也是结交了很多的朋友这样，真的感觉真的很开心。哎，老师，我有一个不情之请，是，就是我记在办公室来。对啊，就有一个人很喜欢听一首歌，什么歌？啊，可是不知道你会不会记住那个歌词？哎，马健，阿丽雅记得住哪几句的？唱几句的？好好好，谢谢啦。我翘起来，出来听见下雨的声音。哇，哎对，听见下雨的声音，我的感想，听见下雨的声音，我的不要啊你。但是这句歌诶，都这句一做来听，我讲你讲唱这句，一人的规个拢欢喜起来。真的哦，啊，伊是迄个周杰伦的歌呗嘛。应该是诶款。对啊，啊，你唱一条周杰伦的会听哦。唱一条周杰伦的。对啊，你讲心内讲一条周杰伦的歌，迄个我。哦，我想看卖，我想看卖，周杰伦的歌以前在那个。双截棍好。可以，我也记，我想看卖啊。好，你想。啊。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心间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连成线，背对背许下默默心愿，看远方的星是否听得见，它一定出现。耶耶耶耶耶耶耶！好。哎呦，突然间，欧北青我嘛未记，无啦，你那欧北青我对啊，就是对杰伦的歌很多都非常好听。你可不可以去醉啵？去醉个天台啊，啊，去醉一下哈，去醉再来。你今年上济，因为等下伊伫迄个，你们姐啊，哦，老师你好，你是有常唱周杰伦的歌吗？没有啊，就是有时候如果说就是，比如说跟很多朋友去 KTV 的时候，跟家人去 KTV 的时候，然后就可能会有机会就唱一唱别人的歌啊。然后通常我在 KTV 的时候，我都吃东西比较多了。真的，我就爱吃掉。啊，不过你啊，跟人去 KTV 打一年工啊，黄绮啊，你蛮唱得掉，我听嘞，一定是安尼对不？啊，我都看要唱什么歌，我都。真的吼。我就很随意的就唱。当然。但今天我们最重要还是要介绍老师的新专辑。然后老师刚刚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就是我们大家随意的喜欢听到的你的歌啊，点了一首歌。我们先简单看一小段 MV 啦，让你稍微秀几下串嘞。好的。最近你那个歌哦，深深受到大家的讨论，大家很开心说哇。以后结婚
典礼上也有一首台语歌可以唱，然后大家觉得很开心。对对对，然后最近跟安心雅那个 MV， 然后开始播出以后，拿你这首歌叫做《咱结婚好不》，然后这首歌呢，现在已经受到很多很多人的期待，然后接下来也会成为可能这个结婚典礼上的神曲。我们大家先小看一段 MV， 然后回头再来跟老师聊一下， okay， 好吧？让那个黄绮老师的喉咙先休息一下，来，我们看一下那个这首歌的片段，来。最爱这条路，想到嘴角嘛会笑，爱的画面只无过一幕。三更半暝去散步，去吃面线糊，拢是甜蜜的幸福。泉州迄阵西北风，甲你开工对下晡，阮的心就替你飞过雨。爱你牵阮的手，行伫爱的小路，享受甜蜜的快乐。为你画一张爱的地图，幸福是咱的暗号。亲像天之月亮，见证咱两人甜蜜的爱情。人风流，有你我就真满足，我会打拼，予你过较好。你要嫁予我无？做伙来去创造，两人世界爱情路。为你画一张爱的地图，幸福是咱的暗号。
听完那个歌了。是，老师，你跟女神一起唱歌，哇，好幸福！我跟她在一起三天唱歌，不是在一起，是在一起唱歌三天。没关系啦，我们知道。哎呀，你就是幽默啊。我觉得跟她唱歌很开心，然后她是一个很可爱的人，然后跟你在互动的时候也互动很好。那个 MV 拍的非常非常的甜蜜，做主动的呀，因为都我因为我那边讲，有时候要去导演说你可以牵她的手，或者是你可以抱她一下或什么。因为我不晓得他正确的位置，所以我不敢乱动。譬如说我要去摸一个人的时候，牵一个人的时候，我如果位置摆错会不好意思。所以呢，欣雅呢，他都比较主动，就哎老师，你的手放在这里怎么样？你的手在哪里？哪里？哪里？我懂。我就说哦，专业的，他是专业的那个人，幸好有你在，不然真的有时候跟那个女孩子一起合唱的时候，或者拍 MV 的时候。对，有一些动作啊什么的，就会看拍谁啦，因为你天啊就不晓得他在哪里。但他们知道啊，就算不小心怎么样，他们也知道你不是有意的。对，但我们这种圣人君子不能这样。明白。好，刚刚的歌很可爱，你是在什么心情下写出来的？其实我常常参加很多的大家的大小的婚礼活动啊，或者说喜宴啊，有没有？我们在喜宴当中，我们常常会听到，就是喜宴的，就是这个结婚的新人，他不是放外文歌、英文歌，就是放国语歌的这个结婚进行曲。是，那我就想说，如果说有一个机会可以写一个这个闽南语歌、台语歌，来当做就是台语歌的这个祝福的进行曲、结婚进行曲。是，你也不是讲跟他讲国语的人会结婚了嘛？啊，讲台语嘛是爱结婚啦。有啦，所以讲，我想说，那就来写一个这个结婚进行曲，然后找这个安心雅来唱。是，然后既然安心啊，就马上就答应我了。对，你们是那个之前有合作过的一些特别的以前就是有机会，就是在那个安心啊那时候演了一部电影叫做《西门町》，然后呢，我也是去客串了一个小小的角色，你真的很爱客串那个演戏耶，没有啊，就唱到就是已经没有，我只是很想演戏，刚好有机会去客串一个角色，然后他是一家卖公仔的老板娘店员啊，公仔店的店员，然后因为我想要买。我的角色是我要买公仔送给我女朋友，所以我就问她说啊，你这个公仔好看吗？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认识欣雅，然后就跟她有一些互动这样子。那你透过那个她的声音，然后知道她是一个怎么甜美的人啊？对，她是一个非常高的人，然后声音其实她跟我一样，她跟人家都处女座，所以在要求事情的完美程度非常高，就是那个，所以其实心情上的思维是可以契合的这样。譬如说，可能我作品或者说我在帮他配唱制作过程，其实已经是都可以了，就是完全都可以了。是，他就会说，老师再给我一次，我还要去挑战一下，就是可能有几个字，他觉得他会唱，他可以唱更好这样子。真的。然后通常其实就是在念，台语哈，就是念迄个部分哈。开口音跟闭口音的迄个部分可能较麻烦，较麻烦点。譬如讲，安心也都有能力吼，伊都能力可能念袂好。真的吗？你亲像，他就会变成亲像，轻像。后来对，就是就那两个字，他磨很久，然后他为了那两个字，他跟我说。老师，我可以先去楼下吃个东西休息一下吗？这么，因为录了第三天了，了解。然后他跑去楼下休息，其实他不是去休息，去练习。他是楼下在那边大痛哭，然后在那边大哭，然后我想说啊，我不跟你欺负啊，你那么痛苦。没有，他不就是求好心切哈？对，可能就是想要把这个。最好的那一面呈现出来。歌神呢？阿郎哥的唱歌，懂什么？喜爱完美。重点是其实不是他唱歌的问题，唱歌的部分我都已经剪好了，是咬字。他认为说有啊，处女座打横龙马爱。对，所以刚好处女座遇到处女座的时候，就会很痛苦。了解了解，他弄处女座呀，所以我就了解你。但不过就是可以跟欣雅在一起唱歌，然后特别题外话就是。当大家知道说我要跟安心雅唱歌的时候，你的朋友很开心，哇，我的所有的朋友都比我还开心100倍。有，就像你今天要来，就是我们今天来那个安安大明星，别的部门的都很开心，是那种心情是我。重点是说有很多玩音乐的音乐人，是，然后他们常在各地做演唱会，
然后他们都会希望说，因为他们演唱会都会有那种就是沙印的 1,2,3,4 前奏要从那个耳朵里面耳机里面送出来，他们希望那个 1,2,3,4 呢是可以变成安心雅的 1,2,3,4， 然后特别请我帮他们录安心雅的 1,2,3,4 的声音。你有帮他圆梦了，重点是我把这个工作完成以后，我竟然忘了这件事情，然后所以我对这个全台湾的乐手呢说声抱歉，我忘了录安心雅的 1,2,3,4， 但是我还是有传微信跟心雅说，你如果我有录音的时候，你再回来帮我们录一下。我想呢，全台湾的乐手呢，以后呢，比如说在三立的那个红人榜的乐手啊，或哪里的乐手，大家在这个做音乐就会非常有精神，因为听到。老师要开始喽 ，1,2,3,4， 是不是？心里面就会开心起来。有有有，很明白很明白，就是完全可以想象你刚刚讲话，如果配上安心雅的表情，对，还是想象这是安心雅在 1,2,3,4。所以我还是会继续努力，精神百倍，继续努力帮大家完成你们的心愿。对，一定要安心雅 WeChat 的。好，我要跟讲，我要讲。好了，但是有一个讯息哦，透过安大明星，我们很荣幸这个帮那个萧煌奇老师跟大家报告。是。由我来帮你说，我自己也可以说没问题啊，真的吗？我现在帮你说，老师要开演唱会了，然后这件事情应该是大家期待的。那这个呢，老师这一次呢，演唱会的规格呢，故意选的不是太大，但是呢，也可以让一些真的喜欢的人可以进来跟他一起同乐。12月27号在台北，不是哦，12月17号在。台北大河岸，在西门町的大河岸，我调刚够掉耶。晚上下午四点啊，下午四点开始。12月17号下午的4点，在台北的大河岸，这是第一场。这第一场，对对对。那第二场是12月23号晚上在台中的7点半，对，台中的方舟，在台中的方舟。好，还有第三场。在耶诞节之后的12月26号，哇，这场你唱比较晚哎，你晚上10点才唱，因为蓝色狂想是晚上9点10点才开，是，然后所以大家就是那这场要唱到半夜喽，差不多唱到12点吧，唱到12点，对，但是老师有说这场不用买票了，因为卖完了。我不知道啦，这一起你讲的哦，工作人员说的，通常因为蓝狂的票。总是会卖比较快一点，啊就很狂，所以已经没有了。就是你们蓝狂如果没有买到票的话，就来台北大河岸，往台中往台北往台中有2次的这个可以亲近老师的机会。那你如果想要3场都去，那你就是记得我们的时间，12月17号的这个下午的4点在台北的大河岸，是12月23号晚上的7点半在台中的方舟，12月26。晚上10点在高雄的蓝色狂想，没关系，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啊，你都可以上我的那个 Facebook 官方网站，上面都有，不管是什么购票资讯啦，或者说时间地点啦、然后我的最新消息，大家都可以在上面可以听得到看得到。对，老师立夏，你出了这么多片子了啦，然后也唱了这么多的歌，然后也那个帮别人写了这么多的歌，那你一直就是自己最。要说最喜欢好像也不对，喜欢，但是自己一直都会每年都会想起这首歌的，你自己写的歌有这样的一首吗？不管新的旧的，其实应该这样子，就是你有最爱哪一首自己的歌？我都很爱啦，应该是下一首歌最爱啊。哦，下，因为还没有写出来的歌总是最美好。我懂，我懂。但是这些歌都是自己的小孩，所以我觉得每一个歌代表我生活的一个片段，所以我没有办法太偏心。我懂，我懂，我懂。太偏心在某一些歌。问这个问题太不专业，但是事实上也是想说，哇，那百中选一的话，让你这个突然间百中选一一首歌，让你突然现场唱出来，你要唱什么歌？就是没有人点。没有人点了、喔，那我只好用一种感恩的心去面对我的人生。是，你是我的眼，带我领略四季的变化。你是我的眼，带我穿越拥挤的人潮。你是我的眼，带我阅读浩瀚的书海。因为你是我的眼，让我看见安安大明星就在我眼前。对，这首歌就是不能用点的，
这首歌就是点出来。通常这个歌唱完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很多商演呢、啊，这个歌很多人想要听的时候，我就说这个歌唱完节目都结束了，对，就节目就是即将要进入 ending 的时候，所以在演唱会的 ending 呢，其实大家就会有一首这个《你是我的眼》的一个大合唱。哦，这是在不管是在商演啊或者演唱会啊。然后大家会很习惯的一个 ending。 这首歌对你也是至关重要，就是你被萧煌奇被大家认识的第一首歌。对，如果说没有这首歌，我想我没有这个机会可以站上、自己的这个音乐梦想舞台、对，所以从虽然2002年唱了这首歌还没有让、很多人听见，但是透过佑嘉林宥嘉唱了这个歌，很多选秀歌手唱了我的歌、所以我觉得我的这个音乐路还蛮感谢，就是我很多歌都是别人帮我唱红的，而我不是我自己唱红的，就是不管是林宥嘉唱了你是我的眼，赖明伟唱了阿嬷爱威，黄小琥唱了没那么简单，然后我自己唱了末班车、等等，我觉得要感谢的这些生活上面，或者说在这些音乐的道路上，大家帮我宣传，然后还有就是透过就是各式各样的人，因为自己也许过刚开始不是那么样的好过，或者说可能是一些独立的生活，然后对，所以就慢慢的累积到现在，所以我觉得要感谢这些人，然后成就我的一个音乐的大梦想。没有啦，你帮忙这些人也圆了梦，因为他们唱了一首那个好听的歌，然后被很多的万千观众记住。他们在唱那首歌的时候，其实可能都也是刚出道啊，然后借由你的歌，大家相互扶持，对，互相帮衬啦。对对对对，像帮你写唱了，让别人认识，然后他唱了你的，让他们也被认识，这样子、真的是大家都幸福。对，真的很幸福。所以你带给大家很多幸福，也帮大家创造了很多的幸福。是的，那这首这个人生，人生我经历几杯，咱都要讲到两首歌尔啦。阿廖丽特别要唱多一条歌不？唱多一条歌。你这个新专辑内底，你有想要唱多一条歌？唱对一条歌我听。哇，因为你才多少两首拢播过啊，其实我本来要唱无声的右手给你听，结果你的第一首就播过啊。没啊，啊无我凊彩讲啊，你凊彩唱。哦，啊我有一首歌内底，搁一首歌，啊不过大概我若唱拢做悲伤的，我就无啥物想要唱呢。啊，真的，无你唱一首我较欢喜的。欢喜哦，卖讲欢喜啦，无要紧啦，悲伤嘛，无要紧啦，都录得进来啊。我新歌内底有一首歌叫做《我是金州》，比较开心点。哦，好，我是金州，我是金州，跟旺福小明到底合作的。哦，好。然后那个副歌很好玩，因为他就比喻说，我们人呢不一定是每个人都是主角，那做金州呢当配角，或者说咱台湾人里都是认真打拼，很认份的一个香蕉，只要是开开心心的。不要太计较去面对人生，其实每一天都是光明的人生。好，唱一首，唱一段给您听。好，我就是金蕉，你嘛是金蕉，春夏秋冬热情全年无休。南京夏天热甲要脱裤，也是冬天冻作花烧。我就是金蕉，你嘛是金蕉，春夏秋冬热情全年无休。春天来吹吹微风，秋天咱相笑着。我就是金蕉，啊你也是金蕉。唱新歌吼，是唱新歌的迄个掌声，较歹掌握节奏。无紧，我来讲，迄种无重要。无紧，只要会当唱歌，迄种心情就足欢喜。我知，你今仔日来，你今仔来这现场，因只要听了你的歌，像你唱啥物，他们因都蛮欢喜。是，真的啊。对。然后那个今天借由这样的那个一次的这个。跟老师的对话，然后得到老师很多那种，终于知道说为什么你会让大家这么喜欢。你从开始到现在都一直在鼓励大家，然后从开始到现在讲到自己的事都是感恩，就你的身上都一直在散发那种善良的那种元素，跟别人在亲近跟互动。对，我觉得善良就是在这个圈子，或者说在人生的道路真的是很重要。对任何人，我觉得用。诚心，然后真诚，然后善良去面对每一个在生活上面接触的人，觉得
是这样，然后我也希望就是说，我都提醒自己，就是说，不管在任何的时候，要记住，不要，你在哪一个位置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看不起别人，因为每个人都是很重要的，在自己的岗位上面，在任何一个岗位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是，那我希望就是，大家都用这样的心情去面对人生的每一个周遭的生活的遇到的人。好好，谢谢你带给我们多那种生活上的智慧，跟大家可以很受用的一些这个。怎么面对自己生活和心情的那种愉快的方法？是是。啊，不知道你《安安大明星》主题曲想好了没？还有这一题哦，没有啊，这一题是。安安大明星，安安大明星，大家一起来参加安安大明星哦，安安大明星哦，安安大明星，大家一起来参加三立安安大明星。真的可以剪出来用吗？随便你啊，你反正我唱什么我也自己忘了。哦，没关系，你就对，你就一直唱《安安大明星》。对，就是《安安大明星》啊，因为我也不晓得你里面要讲什么。就没有，我们想讲什么就是让大家来讲自己的那个作品，然后是演戏的人就来谈自己的戏，是歌唱的人就来谈自己的专辑。好，你下次可以自己录下来，我刚好我只有记得安安大明星，安安大明星，大家一起来参加安安大明星，这样子可以啊，短短的就可以了嘛，当然你可以当个片头，以后你这片头就这样播嘛，好，然后你回去自己那个分轨录一下，用你自己的声音唱一下，就是我有听到那个专业的那个助理一下分轨录一下，是吧？对对对，然后大家那个今天那个很荣幸，这个竟然有这个即兴的那个老师的礼物，然后让我们觉得真的格外的觉得开心。嗯，你现在还是持续在为下一张专辑在写新歌吗？没有，我接下来就是休息两年。休息两年？对，因为接下来的时间就是让自己的人生有一点充电的感觉，就是。去接收一些新的事物，或者说去世界各地走一走。这是一个很确定的情况，不是今天、那个、对我你如果有看到我的新闻，看到我的之前的报道，对对对，我已经跟唱片公司请假，然后跟大家都请假，就是这两年我可能不会有专辑的出现，是，然后就是好好的去休息，不管是为了家人，然后为了自己，然后为了就是让自己的音乐的学习有更多元的感受。然后再重新，再来创作自己新的音乐。哎，可是刚刚我们两个在那个私下聊了一件事嘛，就是说，如果你休息的时候可以去当老师，啊，不然你这两年你要去教人家吗？还是没有？就是哎，你们不是三立有什么音乐学员吗？什么什么艺能音乐学院？艺能学院哦，艺能学院，你可以来这里，你可以来这边教课的意思。我来这里教课，贵耶，老师这样请不起。哎，我跟你讲，音乐是无价的，有时候当然啦、啊，有时候不需要去说。真正如果感觉对了，其实对我们来讲，感觉对了，这个价钱真的不是太重要。所以你真的是有想过是自己可以去教别人的吗？这件事情，我在心里面想过，就是当有机会，就是自己可以有很多时间腾出来的时候，当然可以希望就是可以找一些喜欢音乐的人，然后教唱歌啦、然后教他们对音乐的一些概念、然后我也希望就是说用自己的这个自己的过去的一些做音乐的这个想法，然后跟这些人分享、所以反正就是说在可能年纪再多一点的时候呢，可能我会在我家隔壁开一个工作室、或者说收几个学生，然后呢就是过那种很简单的生活、对，然后呢如果说大家不嫌弃的话，就麻烦到时候就来报名当这个萧煌奇的这个唱歌的学生，对，如果大家不嫌弃的话。当老师很辛苦耶，一点都不轻松、不会啊，我们不要把它当作音乐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你就好好的唱歌是一种开心的事情，对，我觉得只要能够开口唱歌的人就有机会站上这个属于自己的音乐舞台。对，不管是好是坏，能够唱歌感动自己、感动别人，这样的音乐就是好音乐。对对对，一个表演的人就是这个样子，歌手就要能够唱感动别人的歌，然后演戏的人要演出能够让人动容的角色。对对对，然后希望有机会真的在29台看到你演出。哎呀，我也很希望。我又燃起了你的一心，我的一心。
一线希望就交给你，好好好就托付给三立电视台了。好好好，我来那个试着这个帮老师把这个心愿传达出去，然后如果真的美梦成真的时候，我们到时候再以那个剧中的角色的身份再来上一下《暗暗大明星》。那有什么问题？那大家就是大家就到时候一起来。对对对，然后有特别想要跟谁对手戏吗？没有了，我没有想过，我只是想一下，你就许个愿。我不要，我得不要 NT， 你让另外拍谁？没啦，这个共欢喜。是，要真正有在那个共啦，因为我们只是一个这个演戏的新人，然后什么都不会。然后只是想说要让妈妈看到自己在二十九台出现这样子，因为妈妈是那个二十九台的那个忠实的那个忠实观众，忠实观众。真的，你做很多事，刚刚那个就是在播音乐啊，播影片，然后跟老师私下聊的时候，老师一直讲到妈妈，她做很多事其实都是为了让家人，就是虽然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去陪伴，因为工作真的太忙了。对，因为工作太密集，有时候出国啊，去大陆录影啊或表演什么的，然后常常会不在家里，那。因为如果说你有一个自己的节目也好，或者说你常常在他定频的这个频道唱歌，然后表演或者跟他说话的时候呢，他自然就会以为就是哦自己的小孩就在身边，然后你心里面就哦我啊我有在咧哦，我就好的哦哈，哎大家能够看到我，刚才我在咧陪伴你的感官呢，真的好啦，今天那个老师。其实我很想听你唱一首歌。什么歌？没有，就刚刚就是听你唱没唱过的。你有唱过《大龄女子》吗？哦《大龄女子、哦》对啊，你写给那个彭佳慧唱啊，你自己有。你好，《大龄女子》哦。不过就是好，就突然想，没有，真的是突然想到。女人啊，我们都曾经期待能嫁个好丈夫，爱得一塌糊涂，也不要一个人做主。想想未来可以手牵着手的路，相信缘分的人好像就不会那么辛苦。亲爱的，你们谁不曾盼望能有份好归宿，能够直到永远，幸福啊不会被拦阻，总有一天可以被所有人羡慕。虽然现在还是一个人住，虽然现在还是一个人。你唱的那个他们都醉了，所以他们都因为他的结束是停在一个人，所以大家以为还没有结束这样。没有，他们真的醉了，他们刚刚的表情是就是愣着的。是，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没有，谢谢你，谢谢你。今天让我们这样随 Q 随唱，对一位巨星来说真的太亲民了。因为我是一个人体点唱机，真的，随时遇到我的时候，你都可以叫我一下。那所以还可以继续点歌的意思吗？那当然没问题啊。那林俊杰的《背对背的拥抱》，你要不要来唱？我和你背对背拥抱，再来我就忘记了。啊、哦，好，是不是？哦，明白。那大家有想点林俊杰的其他什么歌吗？好了，我们节目结束了。节目很那真的有人举手真的吗？完成他的心愿。我又不是林俊杰。没有，他不知道点谁的歌，那他都举手了。你想要发言吗？有什么问题吗？那仙女你要点什么歌？仙女。末班车，你那个工作很忙碌，想回家了吗？真的？你怎么知道？他点歌可以算命哦，点歌听声音都可以，就是至少好。那你刚听那个声音，他大概是一个怎样的人？哦，是一个头发大概多长？头发是中长度的，对，中长度。他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妈妈，对。他现在一直在点头啦，是不是？他个人非常的那个开心，他是那个。安安大明星的大制作人哦，对，所以他制作人不好意思，我如果讲错的地方，请多包涵，以后我不可能上这个节目了。不会，他应该心里还在盘算说，是有没有可能请你来帮这个地方，办一个那种类似像 Unplug 的演唱会哦？对啊，其实很棒就是 Unplug 演唱会，但是就是你要做一个 Unplug 演唱会，这个所有的器材啊设备要足够。对，没有，他就想说，就你就点唱机，他只是想要就是。
就是你来这里唱歌，他就开心了。好，是是是，好了，我送你一段那个末班车，让我唱完的时候呢，赶快回家，待会就可以坐公车。他是主管，所以他一定要待到最晚，所以他现在没有办法走，他只是听听自嗨而已。主管，對對對，你好辛苦哦，對對對，下次我陪你好了。对，哦、好。好，别说话，泪水你别带走，镜子里的我已留下你轮廓上的笑容，别回眸，末班车要开了，你不过先走，深爱是让不舍离开的人好好走。我跟你说，是那个点歌的人没有拍手，他在录影。他把你录起来，不行，他因为他如果拍手，他录影机会掉下去。对对对对，所以他刚刚那他就非常开心。他回去就是他现在在收包包了，他等一下就要下班了。好啦，希望这个末班车这个可以带给你就是一种人生的一种祝福。也许啊，这个歌其实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听悲歌？但是悲歌呢，其实带有一种祝福的心，就是知道我在想什么、欸。其实我真的很想跟你说，那萧煌奇老师就是。唱一首开心的歌，然后那个待会啦，待会节目要结束的时候，用节目还没结束，怎么那么久？哦，真的吗？我想说，没有，哎，你怎么知道？哦，你真的有在算时间呢？其实我已经超过，我就故意不要让你走。我刚刚心想说，天哪，今天节目要怎么收啊？因为没有人想要让我收。没有，因为你没有看到前面那个在画圈圈的吗？哦，对吗？那是你助理吧？哦，我知道，还是不知道？拉长一点，他在跟我比拉长一点这样子。拉长一点。对对对。哦，那怎么收呢？不会啦，不用怎么收啊，收在歌声当中是最棒的事情嘛。那这样子好不好？我们就去，我们不用这样，我们跟所有的同事握个手，然后当做今天的 ending， 这样子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真的。谢谢三立这么多年陪伴着我妈妈的这个每一年。每一年的这个不管是连续剧或者是每一个节目，它就定频在这里。你的意思是告诉我，你要像戴爱玲一样的走进去吗？你们如果可以，我觉得可以的话，应该叫他们上来跟你握手，是这样吗？这样子不好意思啦，对，哦、那么多人，然后我觉得，嗯、啊，就是只要你选择了一个方式，我们就帮你处理。对，好像是选妃的感觉哈。对对对，你也知道说，对我再休息两年，我是要好好去。找我的另外一半的幸福，对，啊、oh, ，对啊，所以这个很好啊，很好、啊，好了，反正就看你们用什么方式去做一个 ending， 这样。哦、oh, ，真的哦，我希望你可以那个在一个比较愉快的歌声当中，那个愉快的歌声已经唱过了、啊。哦、oh, ，真的哦，愉快的歌声唱过了，那好，那我带着你到那个人群中。好，让你有一个对，因为我觉得很棒哎，因为这个办公室，这好像是以前在露营的一个舞台，对不对？好，然后你们把这个舞台变成你走我你走我就会走了，了解了解，所以你放心，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你，我懂，谢谢你信任，是一种信任的感觉。我先介绍，这里有一个少女老王，哇，少女老王你好，对对对，少女老王要跟萧煌奇老师握个手，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他在这边是一个重要的记者，也会为你做很多讯息的报道，对，以后那个好的报道。多报道一点，谢谢哈。谢谢。今天他老师唱歌，你愉快吗？超愉快。谢谢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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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然后旁边这里也有一位哈，哦、对，这是一个男生。你好。对对对。哎。老师还跟。谢谢。老师他比较忙，因为他一直要做一些后端的管理，哦、他不能离开他的键盘。当然没关系，没问题。就在他身边，然后跟他握手。因为我认识你们所有的三立的朋友，对对对，我们对，然后应该很开心。然后接下来这位主管很贴心，他站起来了，因为他要让出一个通道，然后他并且要迎接你。啊，真的。对对对，因为他也是这边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管理者。然后今天你刚握手那两个都他在管的，对对、哦、真的。那我们来跟他握个手，这位那个、啊、他是在这个今天也就是做很多那个直播的时候的那个。谢谢你。谢谢你，对，因为你们让我妈妈很开心，好、哦，对对，所以我觉得我来是替我妈妈来感谢所有三立的好朋友，对，好难得，所以我对三立的那种心情感情是非常深刻的。好，那点末班车那个小姐来了，哎，制作人，那我带你来，制作人，嗨，是我们的总监，哎，谢谢，今天你要来，他最开心，真的吗？所以你会特别要喜欢末班车的原因是什么？就喜欢你很久了，所以末班车也很喜欢。太感谢了，好啦，真的是谢谢你，很荣幸，也就是有那个来宾来，然后可以这样子进来跟他们直接聊天，然后你来
他们就是可以帮你把那个妈妈喜欢三 D 的心情去做传达的人。真的，你们就是帮我把就是照顾陪伴妈妈的心情告诉妈妈。真的，所以很你好温暖哦。然后这个妈妈一定很开心。你们做节目也很用心啊。老师，我跟你说哦，在我的这个我帮你转大概一个，对，因为这正前方全部人都拿手机在拍你，所以我想要你转个正面让他们拍一下。对对对。哎，想引导爱去给哦。对对对，六块哦。对对对，底下好近哦，你笑一下笑一下。啊，无咱今日要遐，这几摆拢给阿姐手咧。哦，无问题，那有啥问题对不？来第一个来，小声出来，张黄奇老师。哎，哇，你手冰哦。对对对，小姐冷的吼。对对，冷气有几那么强啊？冷气真强。真真真，你来我传你来。好，来，啊，大家手伸出来，张黄奇老师。他没空那个，因为他一直认真在拍你，因为他也要拍回去给他妈妈看，就像你来这里帮妈妈谢谢三弟一样。谢谢三弟，哎，你真的知道这边有个他手已经伸好在等你了。谢谢三弟，谢谢你，谢谢谢谢谢谢。这边就是新闻网的朋友，这样哇，新闻网朋友，这边也就是应该就是金老师来的一些画面，他们都会好好的把他那个。我从来没有这样过哎，然后对，然后这么多的，谢谢你愿意走进来，他们应该是最开心的人。真的真的没有没有，谢谢谢谢。这个人啊，手又不知道伸出来还是要拍你，他好开心，他整个不知所措，就是现在你握着手的这个人。哦，对对对，哇，那你。可能恁三弟买个船，过才过才见着。哎，台湾坐一个四十五度的，这边是咧人，嘛是咧等你。对对对对对，对对是是是是。谢谢。因为想出来，哎，这是少年囡仔啦，挂一个目镜，舒温舒温。跟我同款嘛，舒温舒温啦吼。是是，哎，蛮中华戏的。对对对。你的页面上开的不是咱的节目，是咱的彩页，咱继续讲。我见啦，伊看开到拢好，什么节目拢好。啊，这个吼，就拄啊你讲来一样吼，伊手机拢无停过，一直拍，一直翕，一直翕，一直翕。啊，伊手从遐足久啊，你讲想要阿姐笑。谢谢。谢谢。那、啊、你有什么话要跟唱起老师说一下？唱歌真的很好听，我很崇拜你。啊、哦，谢谢谢谢。我想讲，我想讲，你要嫁找我嫁好啊。不不不，你还够少年，你够真少年。对对对，你才五岁啊。是是是。哦，你够真厉害，阿姐去了，等下有找我嫁。不不是安尼讲啦。哦，真的吗？靠分量啦。哦，是是是是是。靠分量。今天嘛是，等你嘛等真久啊，咱要直播吼，这个朋友就要紧嘞，伊就在那个讯号的处理啊。讯号讯号处理。对对对对，阿姨今天拄啊，伊讯号的接收，伊准备考出来啊，伊白菜准备领出来，伊做感动嘞。考。今天另外一千个字啊，真假伊真正做感动嘞。是是是是是是，哇！这做好上，这有，这以后赚大钱哦！吼，伊的唱加高呢，吼，真的手很厚，然后又大。啊，你有想要听一下，伊甲你讲一下就好。OK， 好来，谢谢。真的很喜欢听唱歌。谢谢。老师，他这一边说，就是他满脸的感动，然后就是对对对，他有点激动，他已经哭了。不要不要不要！你的歌太疗愈了，然后你走进来，他整个人就是被你电到了。没有没有，真的真的，你这样碰我害羞了。不要害羞，你要这样讲，对，真的。来这里有一个人，他从我们节目一开始就没专心上班，是真的。你唱，他从楼上跑下来。你是哪一个部门的？资讯部哦，对他已经在这里待一个小时，他已经请假了，对对对，对他为了来看你，他就今天下午不想上班。谢谢你，因为这个办公室是新闻网的，然后他们是从别部门来，我就跟你说，我今天有去乡野调查，大家都想来看你。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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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手机都已经拍到没电了，没关系，对，现在有那种无线充电。那不然你让他跟你自拍一张，他可能会比较嗨。他都从楼上下来拍，你看他现在好开心，他手在发抖，他长得有点像阿喜。对对对，阿喜，对，很漂亮的那个阿喜。阿喜，我阿喜长得怎么样，我都不知道。没关系，就是可爱的女生。OK， 来。老师，他拍你的时候，他手一直在发抖。对对，谢谢啊。那我让他跟你说句话，你有什么要跟萧煌奇老师说？你唱歌真的超好听，我每次听的都很感动。谢谢谢谢谢谢。为什么要从楼上跑下来？因为要听唱歌啊。这样子太棒了，对，你就是这样的人呢。人家为了听你唱歌，班都不要上了。啊，不要这样，这样，不是等下被主管听到，不会，没事没事，以后就不找我来了。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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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那我们今天就站在这个人群当中，就也很感谢你今天来这样子。好，然后那个因为那个镜头在比较靠近这边的地方，然后最后的祝福要送给看安大明星的人。OK。所有安安大明星的好朋友啊、真的非常开心能够来这里上节目。然后呢，我想每天呢，大家会有很多的、不同的心情。那我带给大家最新的专辑《人生我经历一杯》，希望每个人都在人生当中，也许你可以得到快乐，得到悲伤。
那些都是你成长的养分。那我们要笑笑的，勇敢的，好好的去过人生的每一天。哦，人生的每一天是很美的，很好的。啊，希望所有的三立的朋友，所有的好朋友，我们一起面对我们人生，是要保持着正面积极的，然后去面对每一天的到来，然后要记得每天要笑一下哦。嗯，谢谢。谢谢萧煌奇老师，然后也希望你的妈妈继续喜欢我们的电视台。谢谢谢谢，希望有机会再邀你来上我们的节目，唱歌啊、演戏啊，随时随时随时都可以有机会看到。我呢，有时间我一定会来。好啊，那感恩之旅也当继续进行。阿拉家节目的线上的朋友先跟他们说好了，拜拜，下次见喽，下次见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萧煌奇老师。弯弯马白弯弯秋啊哟，虽然看起来两小小，是因为咱到勒索，打断筋骨，才会脚用全世界，咱相拥，我就是金石，你嘛是金石，春夏秋冬热情全燃烧。